今宵大厦二播出以嚟，制造咗唔少网上热话，有份演出嘅演员们都备受讨论。琴日播出嘅新一个单元《姐姐上》，新人演员黄婉华打扮成菲佣姐姐，而佢嘅肤色相当之黑，而其实佢原本嘅肤色并唔系咁黑噶。Francesca 是特登为了这一套剧不断游黑自己，可以见她为了这个角色付出很大的努力。而现实中的 Francesca 打扮也都非常欧美风，加上经常参与户外活动，很有阳光气息，和剧中的她很不同，也都是一名标准的女神级美女。